好了，现在视频看完了，你们觉得这架飞机怎么样？我知道现在肯定很多人在弹幕上说不是航道毛的灵魂。我坐这架飞机的时候当时买了航道，买了两个70航道，但是当时航道还在路上，所以说就临时装了一个螺旋桨去试飞了一下。但是飞螺旋桨后面也出问题了，飞第二个起落的时候把桨磕断了，然后呢第三个起落我拿了一个8寸的桨去截了一下，截成了6寸的，结果动平衡不好，把这个飞机的菊花给震爆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不过刚好现在也可以再来装航道，航道也到了12页的70航道。说一下这个飞机的飞行感受吧。一般我调飞机的时候，飞机的重心是纯靠猜，但是我一般都会把重心尽量往前挪。当时这个试飞的时候就重心挪得比较靠前，第一轮试飞的时候一直拉着杆，把微调拉满了才能保持平飞。第一个起落飞完之后，然后就把重心往后挪了一点点，把这个压抑调平，结果发现把压抑调平了居然还没有这么好飞，重心尽量往前挪才更稳定。压抑调整水平之后，这个飞机可能会忽上忽下忽上忽下，特别的不稳定，这就是常说的飞机静不稳定，一下子往上一下子往下，一直在里晃晃晃晃晃，根本没有办法保持水平的平飞。我个人也发现飞压抑的飞机都一定要把这个压抑稍微往上调一点点才好飞，看过一些其他模友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飞的话，刚开始试飞最好就是使用三角翼混控来飞行，因为压抑的话比较迷，而且还特别灵活。这架飞机它可以飞点定式的机动，就是平飞的时候然后拉杆拉满，它就能直接垂直，然后推杆它就能回来。这架飞机是我目前飞过飞眼镜蛇机动飞得最轻松的一架飞机。图纸的话老样子，图纸在魔界造物的公众号或者 QQ 群里面都有下载，套材的话我在淘宝店也会上架。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试飞阴司的时候其他魔友飞的窝喷和寒道。本来还想配一个背景音乐，但是有窝喷的声音已经完全足够了。就这个声音听着不爽吗？反正我都能听出高潮来，你们备好纸巾马上开始。怎么样，弹幕上告诉我你们舒服了没有？最后再走一遍降落航线，然后就降落了。这里再给这个涡喷散热。这架飞机的机身材料其实是一种泡沫。我们的下一位选手钻石，这是一架航道机，90航道。看着修长的机身，看着流线的外形，一看就是一架竞速机。事实表明也确实如此，低空通产的时候基本上抓拍不到，就是因为速度实在太快了，比那个涡喷还更快。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一个小朋友在飞架塞斯纳，人家真的是飞得特别好，感觉过几年后又是圈里的一个大神。你们猜猜他多少岁？人家只有5岁，现在看看人家飞得多好，对比一下我群里的大神，这简直就是天才呀。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转发，我是布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